是不是？做点嘛，准备。咱先请咱蔡教授来讲话吼。您等下开车，我等你来走。歹势吼，因为我下暗吼，爱过去台教会啊开一个较重要的会议，所以我讲话时间可能尽量较短啦吼。我下暗因为在上课，所以拄啊下课赶过来吼。啊，本来是讲我是准备讲下暗吼，可能这个主会吼，我传信老师甲明佑来主持就好啊。啊，不过听讲咱真济。咱个时代吼，啊，因为阿扁也关很久吼，啊，大家心情拢无好啦，吼，啊，但是呢，大家爱有一个了解，啊，我虽然一再讲啦吼，但是大家要救咱阿扁啊，这個、心情拢真热烈，但是这救袂出来啦，凭咱一几个人救袂出来，一定爱中华民国这个体制给他打倒，阿扁才救会出来。因为咱来觉悟，头啊开始，大家可能未啥相信啦。咱来觉悟，这是一个政治的这个事件啦，这不是一个法律的事件。所以大家要有这种觉悟，但是呢，不是讲伊放未出来，咱就唔通去甲关心。咱爱去努力甲关心啦，咱爱去招较济人来啊，啊，真济人拢会甲讲讲哦，啊，戏也无效。去遐去久，去愈侪人就有效啦。问题是讲，咱的人较会拢去遐一下就要走，啊，就一遍去无效，啊，第二遍就无爱来。这就是咱台湾人目前这个斗志无够强的所在。所以，就将咱来了解问题是出伫底，处理的方法嘛要正确。所以，咱上重要就咱的信心爱坚强，意志爱坚定。哦，咱若做袂到安尼，咱要救阿扁也嘛救袂出来。啊，最近对方搁咧打击社中电，这嘛是一个政治事件啦。咱大家唔通去，两个以前做啥，咱唔免去管伊。对方在拍咱的人，咱绝对爱甲炸，对不对？有。所以就是讲哦，咱唔免去顺伊的话，啊来问讲两个以前是咧创啥，安尼就是头甲扁方洗脑去啊。因对方在讲咱的人，讲东讲西，这就是拢在要打击咱的人。今仔日打击边啊，讲长的，连江就会打击冲啊，冲啊！若有一天选赢，打击蔡英文啊，就是讲冲啊！若选赢有机会选总统，伊就打击冲啊。蔡英文要选总统，伊就打击蔡英文。所以咱大家爱警觉，咱伫遮坐，伊袂来插我啦。啊，你万唔能唔万讲伊会来插我。因为咱的力量真小，咱若有法度予伊插咱的时，就是伊伫要倒台的时阵呐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爱有这个了解，有这个了解，唔通做错误期待。啊，但是就是讲咱爱回想，先咱的力量拢停留伫这个阶段，啊、哦，所以大家爱心爱聊天，啊、哦，心爱聊天。啊，我拜一去台中啦，哈、哦。台中去出庭哈，啊，伊小打电话来讲哦，要来啊，讲叫咱的风俗就爱准备猪脚面线来扫煤气啦哈。咱台湾人和中华民国这流氓政府掠去关，这是咱的骄傲，是咱的光荣，绝对袂使食猪脚面线来试这个煤气啦，对不对？人甘地甲这个金恩博士因在推动。因的独立运动甲民权运动的时，因一个做法，就是呼吁因的支持者、因的同胞来，大家拢来互关关，甲伊的感觉拢顶出来，伊这个就倒台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后咱去互关是咱的光荣，但是毋是去做歹代志啦。为了台湾去互关，绝对免食猪脚面线。咱愈侪人去互关，这个体制就愈早会倒台。大家爱有这种的骄傲。这种的志气，对不对？有。所以哈、哦，有些代志看起来，敢那想的真无力啦。但是咱的力量就是出自咱家己的信心，所以唔通想伤济。啊，免我有一个，当然我知影今仔日朋友甲一个朋友好意，哦，讲要加两个来庆生啦。
我的志愿就是，还未建国以前，我绝对无要庆生啦。去年因为惊歹势，予大家感觉讲跌两股买来啊，我是迄是破例啦。啊，今年绝对袂使安尼做，以后绝对袂使安尼做。我多谢大家好意，但是未建国不庆生，这是我的原则啦哈。咱就是伫咱活的时阵，最大的目标就是把这个体制演到倒，无啥物理由来庆生啦。我是感觉呢，这是我的小小的愿望，啊，请大家体谅，啊，大家做伙吼，嘛是值得咱庆祝啦。但是唔免用庆生这个理由啊，随时咱都会当庆祝，庆祝咱的志气很坚持，庆祝咱的力量愈来愈大，安尼就正当的理由啦，唔免庆生啦。咱即马是做路咧，咱即马是苟且偷生，有什么好庆祝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拄只伫路林伫捷运行过来，我感觉讲哦，台湾看起来真富裕，大家生活拢过得真好。其实中岛佫加一个台北 Times 台北时报迄个英文报纸的记者咧讲，伊咧讲咱台湾人。就是伤故意，伤有礼貌，伤客气，人间吞打，甲咱台湾强强要吃落啊，咱大家阁未出声。所以，伊的建议就是讲哦，随时啦哈，咱爱为台湾发出咱的声音。啊，所以感谢大家五百几天以来，咱比较坚持。啊，以后的活动，咱就是爱设计较侪，即个出头啦，啊，即个出头不但会当上咱的媒体，嘛爱上国际的媒体。那是讲咱的声音会当予全国的同胞经过报纸、经过电视，啊，经过国际的媒体，甲咱报道，表示咱台湾人要独立建国。啊，即个是咱爱思考的，即免人济啦，即免人济，但是咱爱坚持用非暴力的方式。啊，所以伫国际媒体头前，亚白啊，这种真好的方式啊，所以大家来都唔免生气啦，但是爱随时发声，啊，这就是咱来研究的啊，要用什么方法，会把咱的声音表达出来，有更加侪人会当认同，有更加侪国际的人会当来支持，我相信这个诉求，要为着咱的自由、民主、人权啊、公义。即国际社会若知影台湾人毋是像骂的安尼，讲要去支持爱国法，要支持台湾是中国一部分，咱讲出咱的声音，安尼就是会当完成咱这个目标啦。所以我伫遮简单甲大家说多些哈，啊，咱爱继续拍拼，继续拍拼啊，有时间较接来啦，因为你若较少人来，其他人来看到会感觉傻逼死，傻逼死啦。因为伊的信念还袂足坚定，伊来若看无啥人，伊就会较无爱来。所以你若信念已经坚定啊，你就说爱来遮，用你的行动来表示咱的坚持，表示咱的诉求。唔通感觉讲可能是也无代志，除非你若存有代志，当然这是搁另外一回事啦。啊，若存无代志，应该就尽量来遮，大家做伙，大家研究啊，啊来遮莫讲。4、5、4、3的话啦哈，咱的缺点会当改进啊，所以唔免讲东讲西，咱的目标足清楚，就是台湾要独立建国。所以以后若人甲咱问中华民国是啥，中华民国是中国流亡来台湾政府的名，真济咱的领导者甲咱讲，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这是错误的啦。这种的麻醉，就是造成台湾人。未警觉、未觉悟的一个原因啦，所以有时啊，咱要谴责马英九，咱有时啊嘛爱想看卖，咱的领导者到底要甲咱带队，到底甲是毋是甲错误的讲法，伫甲咱的人民讲，让咱的人民无警觉。